管理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想个搞个兔子干嘛？搞兔子？好好好好好。搞个兔子好辛苦，要吃兔子，搞好了。冬天就要吃火锅才热乎。下树，爸爸。兔子熟了呗？熟了。
我要搞个新的小游戏啊。嗯。还有什么起初？嗯。老虎。嗯。嗯。下面还有萝卜。啊。这个煮很舒服，就要换了。嗯。来，我给你买一个。啊。Yeah.